送给我们团队朋友，谢谢。来，麻烦我们对象的朋友，大家尽量往后退，好不好？我们对象的朋友，以你现在站的地方，麻烦你们往后，也麻烦大家哈，要退到一个适当的距离哦，谢谢你们。那尤其有带小朋友的家长们哦，你要尽量往后退一点点哦，因为呢，神将团它的摆动非常非常的大，然后呢，避免到小朋友惊吓哦，所以呢，你要往后退一点点，往后退一点点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到呢，来到淡水啊，我们的平安师这边的庆葬红毯，就是我们的神将团哦。那现场所有的好朋友，今日呢是我们淡水大拜拜哦的第一天，也是我们夜巡。明天呢来到了日访哦，今日呢是我们清水祖师爷的得道之日呢，也是呢我们清水祖师爷在淡水大拜拜一个绕境祈福平安的日子哦。欢迎呢来自全省各地我们所有的信众们，以及我们所有的庙会的随行者，大家呢今天呢在此地共度我们今天的淡水大拜拜哦。那现在呢在庆祝红毯前，要来恭迎我们的神将，是我们的八爷，也就是我们的范将军。在神将当中，或者是呢在于八家将当中，大家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七爷还有八爷哦。那现在大家看到的比较高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的七爷，然后我们的八爷呢，他的面相呢，大家有看到他呢的身高呢跟七爷是有点差距的哦，所以呢就是称为七爷八爷。那也有人称为他们叫大李牙哦，咱的大牙跟李牙，阿妈五称了咱的亲牙跟妹牙哦，都是在称呼我们的范谢将军。那范谢将军呢，他们有一段兄弟情哦，这一段兄弟情呢非常非常感人哦。以前呢他们都是一些反攻义士，然后呢在于乡试当中呢，因为呢守信也因为忠义的关系，在一场的大水当中，我们的八爷为了要护桥墩，因为洪水太满了，把村庄的桥墩呢都吹断了哦，所以呢他不顾自己的生命跳到河里面去撑起这个桥梁，让百姓都可以渡这个桥而过，而没有被洪水来淹走。然后呢他在护桥梁的同时，他的好兄弟也就是我们的谢将军，他呢也得是咱讲的七爷呢，他为了要帮他遮雨，所以他拿了一把伞在桥墩上面帮他撑伞哦，因为风雨太大了。但是因为风雨太大呢，整个的水流非常非常的汹涌哦，结果呢我们的范将军呢就在河里面被淹死了。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我们的那个范将军呢，他的脸色，因为今天如果说你是在整个的神尊上面，你可以看到哦，那七爷妹爷的面相是不太一样的哦。那七爷呢顾及这个兄弟情，因为人家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也要同年同月死哦，这个是以前的兄弟情谊。所以呢我们的七爷跟着八爷呢一同来殉亡了。那所以呢七爷呢就选择了柳树下来做一个就是上吊的一个部分哦。所以我们看到的七爷他的舌头是外露的哦，他舌头是外露的，这是一段非常感人的我们的兄弟情谊哦。所以呢在我们很多的庙会，包含我们的八家将或者是神将的部分，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范谢将军哦。然后大家呢很多小朋友呢对他们也是最熟悉的哦。
的范先将军为我们的参礼哦，谢谢。然后今天呢，我们的神将团呢有很多很多大家呢看到呢，我们待会呢还有神将团的简单俗称的大神昂啊哦。我们的神将团哦，因为呢今天的正统朋友非常多哈、哦，所以呢我们简单的参拜就可以哦。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众正统，我们所有神将团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我们神将团哦，谢谢。因为呢，今天的阵头非常的多哈、哦，所以呢，非常的再次呢，代表淡水平安师来欢迎你们哦，来这边进行参礼。那人家说呢，就是呢，我们隆重的参礼就可以了哦，大家意识到就可以了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除了那个范谢将军呢，大家会比较熟悉之外呢，其他呢，大家呢都想说，哎，那这一尊呢，我们的神将是什么？这样有很多呢，在神将的衣服上面也都会有刺有他们的称谓哦，大家也都可以从他的称谓上面去分辨出他是哪一位神将哦。那神将团呢，在我们台湾也是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阵头哦。那早期呢，在村庄就是大家这样子有空呢，大家集合在庙宇，大家共同来练脚步，那也是俗称呢，那起码叫做神将团。那看这样呢，那老一辈拢讲这叫大神昂啊哦。西秦王爷，如果说像是北馆、南馆，或者是布袋戏的哦，都是供奉我们西秦王爷。我们现场的。